回来可能配合的时间非常短吧，但是大家能够打出这样的成绩，我觉得确实是大家也是这段时间也很辛苦嘛，每天都在尽心尽力的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，包括录像啊、训练啊，每天都是努力在做吧。我觉得这点大家做得非常好。老队员了，就是老队员面对的挑战要更多一些。嗯，我觉得我还好吧，因为整个身体来讲，我觉得我还是可以的。然后可能恢复要比之前慢一些，但是整个的身体还我觉得还可以。奥运会之后也是封闭隔离了一段时间了，这个对你这个备战会不会有些影响呀？嗯，没有吧，因为我们在国家队的时候和在隔离的时候也是有些带球训练的，所以我觉得整个的话，因为我看闫妮这回没有打完全部的比赛，她是因为伤病的原因。这个要问教练了。那能不能，因为闫妮可能也之前一直说这次全运会之后她就要退役了嘛？可能是和他最后的一次比赛了，评价一下自己的老队友。我觉得你也是兢兢业业的吧，这么多年做什么都是要全力做到最好吧。虽然后面没有跟我们在一起比赛，但是我们也是带着他的一份力量来打后面的比赛。你之前也一直在说自己要打到巴黎奥运。到时候要看实际情况吧，我觉得这个就先不要问。那你后面的打算呢？现在还没有打算，先打完比赛，后面就打算先休息。那今年联赛，今年因为之前网上有传，就是说深圳女排的热传。这个现在还不方便说吧，反正我今年联赛是肯定要打的。谢谢。